这是语文、数学、外语，给。你还想要什么书？我上县里给你借去。好，我看看再告诉你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复习材料你是不是也只有一套啊？没事儿，我那还有呢，你用你的。来，谢谢啊，我这两天就还给你。行。哎，舒荣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从井口跳出去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别人能做到，我牛世荣一样能做到。赵子博，你也是，你要好好学习，不许再玩牌了。哎，什么井口？Train the favors only the prepared mind. 别说鸟语，我听不懂。机会只给有准备的头脑，明白吗？嗯。Train the favors only.魔怔，生产力。生产力就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。对。生产力三要素是什么？啊，生产资料、劳动对象，还有，劳动者。给我拼写一下 language 这个单词。啊 ，L A N。什么来着？想不起来了。赵子博，你昨天刚写了20遍。他这一分我不要了还不行，非得会拼写。不行，这一分也不要，那一分也不要，你统共才有几分啊？行，哎，那我问你，如果一个三角形，三个内角成等差数列，其中必有一内角为60度，怎么证明？傻了吧？你这是报复！我刚才那个1分，你这可是大题，10分，牛书荣同志。天啊，我一点头绪都没有，完了完了，赵子博，我肯定考不上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有我在，我跟你讲嘛，有我在，怎么可能让你数学不及？来啊，这就是那三角形，看吗？这是那个内角，底下有证明的公式，看。别看了，咱们这种人不会有人惦记的。不会的，我的女人不会抛弃我的。你好，这儿。嗯嗯，别着急啊。铅笔、钢笔。嗯。尺子、橡皮。嗯。深呼吸。舒荣，你是我见过最用功、最聪明的女孩，放轻松，正常发挥肯定考上。怎么感觉你像是来陪我考试的？赵子博，我们要一起努力，一起加油，然后变成同学。好，成为同学。走。走。赵新梅，为了证明你才是那个目光短浅的人。我必须跟你站在同一起跑线上，然后结结实实的击败你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情况。这上面说了，如果有情况呢，让咱们立刻汇报。这书记都急了。我是能不急吗？你说这个齐伟，这都劳改犯了，蹲监狱了还不消停？哎，蹲监狱怎么了？啊，他因为什么蹲监狱？你们不知道啊？他为什么逃出来？你要不知道就把嘴闭上。哎，你就是他狗腿子。我们这是哥们情谊，我愿意当他狗腿子。怎么了？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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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得了吧你！哎，什么时候了还掐？这书记都说了啊，要是找不回齐伟的话，这上面就取消咱们全农场的回程指标。啊？凭什么呀？哎，又不是咱们把他就是。
你冲我嚷嚷有什么用啊？这上面说的，连书记都没办法。哎，你们说，齐伟会不会回到咱们这儿来了？哎，我求求你，你动动你这脑子行不行？往咱们这儿跑不等于找死吗？是不是傻呀你？你才傻呢！你动动你脑子吧。哎，你说前一段时间牛淑荣每个礼拜都去看他，他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就不去了。那你说这齐伟有没有可能回来找牛淑荣？你别说，还真有这种可能。是吧？是吧？哎，牛淑荣他人呢？考试啊，今天高考第二天。哎，这样啊，等这个淑荣回来之后呢，你们好好做做他的思想工作。万一要是齐伟回来找他，你们让他劝齐伟去自首。这书记说了，要是齐伟自首的话呀，还能整取宽大处理。啊。怎么了？啊，淑荣，出大事儿了。哎呀，你就好好想想，他还能去哪儿啊？就是，哎，书记可说了啊，他要是自首的话，就给宽大处理；但是他要是再被抓住了，那就完了，那是要枪毙的啊。哎，你们吓唬他干什么？淑荣，别听他们的，逗你玩呢。眼下你最要紧的是把明天的考试考好，就剩最后一门了，再坚持一下好不好？考什么试啊？就是人要是找不回来的话，你考上大学也不让你走啊。就是啊。那齐伟要是回来了呢？你能赔牛淑荣上大学的名额吗？你能赔他的人生？你赔得起吗？小样还来劲儿了，走，打死了，走。他一定是去找赵新梅了，知道。淑荣，听我的，你现在什么都别想，好好睡一觉。明天把试考好，就这最后一门。哎，我保证，你只要考完试，你想去哪儿，想干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但是你得再坚持十几个小时，啊。他真的会被枪毙吗？不会，我保证。哎，就说齐伟，他干了那么多一般人不敢干的事儿，所以他的人生注定和一般人不一样。而你呢，只要把大学考上，你也就不一般了。你不想成为和齐伟一样的人？淑荣，把试考完，我陪你一起回海城，咱把齐伟找回来，好不好？你是怎么出来的？
我是逃出来的，我托舒荣帮我打听你的消息。可是他，我还以为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么逃出来会有更严重的后果？你到现在为什么还对自己那么不负责任呢？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。可是我真的担心你啊，你呢？你不用担心我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我过的是我想要的生活。 回去吧，回去以后好好改造。出来以后，重新做人。我祝福你。你祝福我？嗯。舒荣为了你特意来找过我。 他求我去监狱看你，让我给你写几句话，我都拒绝他了。我跟他说我要忘了你，我以为他跟你说了呢。再说了，我一直都没去看，也没跟你写信，我以为你心里明白怎么回事了。 我们不可能了。没剩几年了，就几年了，几年很快的，我很快就会回来找你。等这几年一过完，我就可以回来了，我就可以回到你的身边。 我就可以再出来找你了呀，俊，你太天真了。几年有多快啊？就算我愿意等你几年，那个时候，你以什么样的身份和资格来见我呀？你觉得我的家人会同意我们在一起？ 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。你说过你等我的。我说过我等你。我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这么说了。我现在不想等你了，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，我想开始我自己的生活了，不想再跟你搅在一起了。所以，你不爱我。 是吗？嗯，我不爱你了，我可能早就不爱你了。应该是我在决定回城的那一晚，我就不爱你了，因为那一天我决定放下你，去求舒姐。 求他让我回城。别再说了，别再回忆了，不要再回忆了。齐伟，我就算不去回忆，那也是已经发生的事实。我为了回城，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。跟书记交换个条件又算什么呢？我愿意，因为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知道。 我只要能回城，我什么都愿意放弃，包括你。我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不爱你的。
梅。你是我的希望啊。里边的生活有多单调，每一天都跟前一天没有任何区别，每一个明天都跟今天是一样的。你知道我们有多么渴望能够有点新鲜的事情发生吗？住在三楼，每天每一餐饭上楼的声音，给我们装饭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木桶，很重。那个木桶放到地上的时候，会发出咚。就凭那一声，就凭那咚的一声，我就能够听得出来那一天的粥是咸的还是淡的。我能听得出咸淡，对不起，我必须要跟噩梦般的过去说再见。只有离开你，我才会有更好的生活，也只有离开我，你才能真正重新开始。我爱你，对不起。不错，你看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，对吧？最后一天，哎，最后怎么样？老师，有一个叫牛书荣的提前交卷了吗？哦，有啊，他开考10分钟就交卷了，连一半都没完。送你去火车站吧。明年我陪你再考，
你人没事就好。你不用对我这么好。照顾好你自己啊，我每周都会来看你的，你一定要好好改造，不要再做傻事了，听到没？别再来看我了，你要照顾好你自己，别再干傻事了。子波是个好人，好好珍惜。齐伟，一辈子还很长，你还有很多快乐美好的事情没有去做，你不许消极放弃，我不允许你放弃。这个世界上不止只有赵新梅一个女人的，齐伟，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爱你啊。他这是什么？什么呀？哎，麻烦，你的录取通知书，真的，真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半导体，这次你可是真要大学里边学习你的半导体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全农场那么多人报名，就你一个考上了。什么都别说了啊，请哥几个吃饭。当然了，我现在就回去把这好消息告诉大家伙儿，一定要把你小子偷偷攒那点工资全给你吃进去。我先过去了啊，魏然，谢谢谢谢。叔叔，你看，你说当初你要把题做完了，考上的不就是你吗？赵子博，我真的特别高兴，我就知道你从来不会让我失望，你真棒。棒什么呀？要没有你的帮助，我怎么可能考上？本来上大学的人应该是你。这都是我自己选的人生道路，不过你考上了，我真的特别特别高兴，看来得好好给你庆祝一下。我们去找魏然他们吧，把全农场的知音都叫上，咱俩一块请他们吃饭。走，走走走。
我跟你说，哥们已经下定决心了啊，明年坚决以你为榜样，高考啊，你就等着我吧。说得好，魏然，加油，一定要在我毕业之前考上。瞧不起我了你？祖儿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你肯定能考上。来，兄弟单敬你一个，干！谢谢老三。祖儿，恭喜你啊！终于要离开这鬼地方了。哼，不像我们，还得在这儿熬着，是吧？呦呦呦，就你这德行，在这熬着怎么了？委屈你了？当然委屈了。齐伟走了，子博也要走，这以后兄弟姐妹们都得离开这儿，就剩咱们几个在这儿，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。哎呦呦呦，老三，看不出来还是个感情细腻的人。哎，我细腻不？细腻个屁！哎，怎么我敬你？哎，别忘了我们兄弟姐妹们啊！怎么会呢？哦，有空回来看我们。一定。我在海城等着你，如果你没回来，我一毕业了就来这儿找你。赵子博，我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学习的日子的。我也是。I too。笨蛋，是 me too。你永远分不清主哥跟宾格。我故意的。1979年，知青返城大潮正式拉开了大幕，牛淑荣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回城名额，回到海城。一时没有工作安置的他，在赵子博的帮助下，经常到大学校园去旁听。The letter is 赵子博，赵子博，魏然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我看花眼了呢。你小子终于考上了，我早就听说你来了，你怎么到了海城不联系我？我这不是想先熟悉一下环境再过去找你吗？最近怎么样？马马虎虎吧。哎，咱们知青点那些人你还都有联系吗？啊，你妹妹她怎么样了？还有淑荣呢，都还好吧？都挺好的。想，我这一看着你啊，咱们当时那点人一下就都想起来了。现在是各奔东西了。哎，那个，你最近跟齐伟还有联系吗？没有，我听说他后来转狱了。哦，我之前还跟他通过好一阵子信来着，不过后来他也不回我了，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。你妹妹跟他们有联系了？他们，那都陈年老账，早就断了联系。哦，也是。还记得于老三吧？当然了。哎，你知道老三现在怎么着了吗？老三怎么样了？人家就留在那个建护农场没有回来。最近呢，要回海城了，是追着董方过来的，俩人都快结婚了，是吗？这俩想当初是打打闹闹，没想到真成一家子了。这俗话说得好嘛，打是亲，骂是爱。哎，你别看人家董方啊，从小是出生在东北，其实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海城人，人家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都在海城，这下多好啊！他一回来就有好日子过。这好日子也是打打闹闹的好日子。啊，对了，美人，嗯，那也就是说，现在。谁都联系不上齐伟。怎么着？你想跟他联系？啊，老三吧，于老三一直跟他有联系。那这么着，我回头把那个老三的地址给你，你可以写信问他齐伟的事儿。行，行。陈国，陈国。啊，妈。别老窝在家里头，出去走走吧啊！我没事儿，您有事儿？你呀，该去看看你赵叔叔，你这都回了好几天了，该去看看了。赵新梅家？嗯。
我不去，回头我再看见赵新梅，我心里堵得慌。我知道你对赵新梅有意见，可是这个事情啊，得一码归一码。你们小辈儿身上的事儿，不能牵扯到老辈儿身上，毕竟是啊这么多年的老朋友，人家怎么做，咱们管不着，但是咱们自己啊，不能做错事，这是最起码的修养，你说呢？这平常啊，家里也不来个人，也就没茶待客，喝杯白开水啊。没事，您甭客气，赵哥。陈哥，哎，你爸爸身体怎么样？最近不太好，他老是想起以前那些事儿。哦，哎，你这次回来就不回去了吧？我还得回去呢，我回来就是办点事儿，过两天就走。哦。我回来了，哎，你快看看谁来了，陈国哥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前一阵儿。爸，嗯，你看陈国哥换上这个绿军装，真是挺精神的，挺帅的。哎，陈国哥，你不知道吧？你在我们那个知青点可有名了，大家都知道啊。牛淑荣有一个特别牛、特别好的哥哥。嗯。那我也没你出名吧，陈国呀，你这瞎夸的，这丫头，咋咋呼呼，她有什么名？赵叔啊，那您是不知道，你们家新梅啊，当年可是建湖农场的一枝花。她要是没点能耐，能第一个拿到回城的名额吗？陈国哥，我以为你们当兵就是学一些军事素质课呢。没想到还要学着串人闲话呀。毛主席都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，想必你是去过我们建湖农场吧，亲眼所见了，现在才会这样的绘声绘色的来说这些事儿呢。你行，赵叔，哎，那我回去了啊，这是我妈给您拿的东西。别着急走啊，没事，我走了。哎，那快去送送去，快去。行了，你别送了，回去。陈国哥，我想你对我是有些误会的。嗯，有些话呢，按理说我这个当妹妹的，别，我可当不起。我就有一个妹妹，叫牛淑荣。你要是还有点良心的话，应该能记得，她就是那个被你抢了男朋友，还挤掉回城名额那个人。这些闲话你从哪儿听来的？该不会是牛淑荣说的吧？牛成国，你要是没瞎，就别从别人嘴里认识我。赵新梅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人都很善良，我妹是，我父母也是。可是我们老牛家有明白人，我看得清楚的，以后离我们家人远点，明白吗？子博，你快点儿！你怎么那么磨叽啊？你走快点儿！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啊，你还不拿我当朋友呢？该不会跟人表白被拒绝了吧？thank you.
上午碰见赵子博，下午就看见你了。哎，怎么你在这上学，子博没跟我说呢？我不算是在这上学的，我是跟着他来这旁听蹭课的。那子博他人呢？他说他不舒服，不来上课了。哦，我上午还跟他了解那会儿的事儿呢。魏然，你挺好的吧？挺好，挺好的。真的吗？没什么事儿。我们都好长时间没见面。我正找你呢，有点事儿。魏然，你先走。哎哎，等等等等。这个，于老三的地址，你写信问他齐伟的事儿就行了。我先过去了啊。却只剩下咱们两个人了，我一分钟都不会离开你。戚薇，现在过得好？您出来，回头磕着您！你出去，你出去！你不用监视我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谁监视您了？我是成国。爸，您好好看看，昨天还给您洗脚，您忘了？你不要打我！你不要打我！哎呀，我要罪，我认错，我认错，我认错！要文斗不要武斗，要文斗不要武斗，要文斗不要武斗，要文斗不要武斗。爷爷，这是我来看你爸。爷爷，别闹了，出来吧。谁呀？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看牛叔叔的，你让开。哎，什么叫我让开啊？你看清楚了，这是我家。我知道这是你家，那又怎么样啊？牛成国，你不要以为你穿上一身军装，你就牛气了。你有本事，你到战场上去横，你跟我横什么横啊？你给我让开！哎哎，反了你了！我看你这是，你还敢打人了是吧，牛成国？谁动手了？哎，你给我出来！叔叔先坐下啊。好，爸，坏人，他们都是坏人。他们不是坏人，不是坏人啊！新梅，你要保护我啊！我在这儿啊。我会保护你，妈，你看，爸，你怎么好赖不分呢？你听我说，爸爸刚好一点，你就别刺激他了。这些年你不在家，你不知道，新梅啊，经常来看你爸爸，也怪了，他就认新梅，说他是好人。不过啊，也亏了他了，要不然我估计你爸爸